极乐世界呢，乃如是真实功德之所庄严，故曰具足庄严。这是讲极乐世界的十报土啊，十报土不稀奇，十方诸佛如来的十报土跟极乐世界十报土没有两样，平等的，所以不稀奇。极乐世界最稀奇最殊胜的是同居土啊，为什么呢？同居土里面这些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久啊，他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种种，跟十报土菩萨了看起来都差不多啊。好像是完全相等啊，这个不可思议。现在我们明了，这什么原因？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大愿，无界修行成就啊。这个功德了，加持给这些菩萨啊，就是加持给这些往生的人，让往生的这些人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，他的神通道理种种都跟十报土的菩萨相似啊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这个太殊胜了啊！在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调查，全没有，只有弥陀净土这一家有，只有他家有，其他诸佛如来全没有，这个稀奇。就因为这一桩事情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称他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这个赞叹呢，就是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。跟十报庄严土非常相似。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证得了法身菩萨啊，这个无法叫人相信啊，难信之法啊。所以大乘经里常说啊，这个事情为佛于佛方能究竟明了，等觉菩萨对这桩事情还是模糊，搞不清楚。啊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。